兔子姐姐，大坏蛋想统治星球。讨厌的兔子姐姐，我要让她付出代价。黑兔来了。嗯，哼，我要让所有人讨厌兔子姐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嘿嘿，这下看你怎么得意。哎呦，好痛好痛好痛！黑兔来到外婆家，把房间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天哪，兔子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讨厌你！哼！黑兔来到小魔女家，把魔法扫帚都弄坏了。哦，天哪，兔子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讨厌你！黑兔来到小王子家，把王子的零食全都吃光了。哦天哪，兔子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哦天哪，我的零食！我讨厌你！哼！兔子姐姐，回去整理房间。你赔我扫帚，还我零食！停！这一定是大坏蛋做的冒牌兔子姐姐干的，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！哼！魔法扫帚，让一让！请看下一集。